有开冷气吗？现在没有，刚刚有。啊，刮到了。晚安。哎，怎么了，宝贝？新道具是什么？嗨，什么新道具？一直都是啊，好热吗？这边超热，超热的，真的。出去可能会爆寒意，我刚刚有出去啊。我没有脱妆，只是我的鼻子有一条脱皮。一点点而已，不知道哎，发生什么事，太奇怪了。都很热吧，我的指甲闪亮亮。对啊，怎么会脱皮？奇怪啊，怎么会？但只有一点点而已，非常不明显。自己看着看得到，要超近的看得到。选鼻涕想有，我也没有嘛，我不知道，可能太有点干吧。为什么是只有？但我不知道哎，因为真的非常一点。没有，应该没事啦，不用管他。没有帅啊，没有帅，在舞台上根本闪瞎你，就是有点夸张了。嗨嗨嗨，阿翔，不客气不客气。这种美甲不喜欢，有种炼药的感觉，炼药的感觉，那是什么感觉？抠到头皮，我没有抠他，好不好？怎么了，宝贝？怎么了？谢谢你们。我对九天玄女的感想很闹啊。嗨，他们讲，谢谢柠檬。指甲搭配毒蜘蛛，根本超有毒，炼药又超有毒。深层海泥洗面乳的颜色，我
吃饭蛮好看的啊，我觉得啦。谢谢宝宝船，开到几点？今天你们，我问你们，你们想要我今天开到六点，还是礼拜五提早半小时？就是因为我礼拜五原本是五点，礼拜五原本是六点半嘛，提早半小时六点，然后开一个半，还是你们要今天到六点？你不要刚十点有事吗？不行，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欢迎再试。心里笑死，说刚才请跳准确选择比我真的高，因为我超不想的好不好，白痴哦。礼拜五提早四小没有这选项，哎，好像感觉礼拜五 OK 哎，是不是礼拜五休？这是此行很新的选法，礼拜五黄鱼偏好礼拜五提早选择，哎，你们都那个礼拜五好哎。Cody 在头顶在上班啊，礼拜五开到早上，有事吗？来闹啊！八五月全部直播集中到今天，好闹啊！好，那我们就礼拜五六点开始哦，六点，然后一个半 ，OK？ 没有开到吃早餐这回事。晚上六点，礼拜五晚上六点，然后今天就吃到五点。可是，我想一下哦，因为礼拜五，我礼拜五。好。那所以今天就是到五点半这样，吼吼，可以哈，我们达成协议了，掉 ，OK， 掉，今天到五点半，对，请你过来一下吧，妈咪看一下。啊，看一下吗？妈咪看一下吗？妈咪看一下吗？其实你都可以上班偷偷听，上班仔。还要波斯的是臭新衣，谢谢 Cody。今天分流都在上班，可以认真看的书。啊，你礼拜五不行啊？安吉宝贝呀。我去用一下他的那个，算了，我放过来。感觉我听到一家说要拍九天玄女，很不愿意，超级啊！我就说啊，一定要吗？我可以站在，我可以可以自己选地方吗？我可以选后台吗？
女生的抵抗，没错。等我一下太厉害了吧，宝贝！佩奇现在不是戴那个头套吗？然后他的那个猫砂盆啊，因为它是有，还有上面的下面的入口跟上面盖子的出入口，然后我怕它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进去或出来，所以我就把盖子拿掉，然后只剩下面那个装猫砂的。哇，我整个家就是猫砂盆那一区根本就是个沙漠地区。你有变胖趋势吗？其实我现在是还好，因为我觉得他算吃的蛮多的，但现在可能才还没有一个礼拜了吗？一个礼拜嘞，就还好啦，还可能五月就看得出来了吧。猫砂爆米花，希望探吉不会变太胖。我觉得变胖没有关系，但不要变长，不要变大只。但我觉得变胖没有关系，不想要他变胖，不想要他变大只。太姐帮我造人造沙滩，真的，什么高级的猫砂盆，其实没有很高级啊，就是蛮一般的其实。但有些主人会，可能猫咪刚来的时候比较小，还是有嘛，他可能就会买小一点的猫砂盆。但我觉得我不想，我就想要一次买最大，这样就不用一直花钱了。因为猫砂盆一定要就是猫咪可以在里面转身，一定要大于，好像有一个大于它身体多少这样，所以我就买了我看到的好看的，然后又大的，然后又是半封闭的。不就变成一颗球，就不要太大只嘛，变成跟麻油的麻薯蓬蓬的可以吗？蓬蓬的吗？其实它是棉衣猫，这有点太夸张了，你懂吗？麻油也想一次买大包饲料，但是扛不动。哎，我跟你讲，我上次买一次买八包猫砂盆，我一个真是不是猫砂盆啊，我一次买八包猫砂，我就扛到我就手都断了。这是天哪，有个重。不敢想让探吉小姐变胖，胖小妞，胖小妞。好，妈咪放饭。
哇！打折卖一次买那么多，买一次买多一点比较划算啊。八包能用4-5个月吧，看起来是爱睡眠。哎，但是他现在话比较少了，他哎不对，还是很多，有够多，好多，真的。一样爱当我看剧，而且体积还更大，那个头套根本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占位置空间，然后我根本看不到我的剧。一个要超过100，一个月1.5包，我称赞好皱，他故意的啦，故意皱皱的，白痴哦。看姐接下来用量会变多，不知道哎。看起来超搞笑，他真的是故意的，真的是故意的，真的是故意的，讨厌。我巴不得希望他赶快把那个头套弄下来，希望他伤口赶快好，然后头套赶快用下来，超烦的。他戴那个头套也是啊，喝水、吃饲料也是，但是他头套一直用到水，感觉洗头套，你知道吗？然后吃饲料也是会，那个头套因为太就比他脸长嘛，所以他会一直就是不小心把饲料用出来，就是地板就会有饲料堆。看你即便胖几的话，应该拉出来的量会变多吧？应该是要看。吃多少跟体重吗？还要多久才能拿下来？就是等到他伤口都好了吧。那我知道你会被老板念。你家的狗是戴头套一个礼拜？我是哎，探吉近一个礼拜嘞，他还没，他对他还没拿，他还不行拿，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次又去了测试，又被阿青打枪了呢，打枪，阿凯，只好暂时继续洗了，对，没错，谢谢空丁，还是阿杰的温暖，阿杰的温暖，他又在洗头套了 ，Oh my god！而且因为他的那个头套，他就是有缝，洗头套中，就是因为它是就是一个扇形，然后这样叠起来嘛，所以它会有一个部分是两面重叠的，中间会有缝隙这样，然后他有时候吃饲料，他那个饲料就会卡在那个缝隙之间，他就会带着那个饲料到处走，然后到处散播欢乐，散播爱，家里就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在奇怪的地方，出现一颗或是两颗饲料。
却发凉，探子真是佛心啊，佛心猫咪。OK， 洗完头套在那边甩，太棒了，地板都要湿掉了，太棒了。哎，这样探子走到哪都要得吃，拜托不要吧，到处犯傻，探子犯傻鸡。但其实他的在就是除了这些上厕所或是吃饭喝水有受到一些阻碍以外，其他倒是完全没有阻碍，还是可以跳上跳下。然后因为我所谓坐在我的就是椅子上，桌子椅子上吃饭，然后他就会从地板跳到我的椅背上，然后在那边当鹦鹉，不然就是跳来跳去，跳到冷气上什么的。一样可以调皮，真的。探吉声音恢复了吗？正常了。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他有时候还是会，就是不太要的声音，可是其实大部分都是正常的。活力满满，没错，阿翔。希望他可以赶快好。学我砍卡弹，我是 Angel 桑，单纯抱怨，又要抱怨我是不是？抱怨多久？抱怨一个礼拜还没抱怨完。医生有说伤口要保持干燥吗？伤口都是贴起来的啊，粘起来的。宝贝，可不可以给妈咪看一下？命运的吉他，带着喇叭睡觉吗？说你说他的头套是喇叭吗？还好这次有人够给力，没有让你这个带人来的丢脸。你们非常的给力，非常非常之给力，太猛了你们。不知道，瑞瑞，你干什么？等我一下。抠身体笑得很厉害，超厉害的。这次坐正面得到好多阿杰视线扫射，扫射扫射，抠身体笑得很厉害，是吧？很可怕，超猛的，谢Cody。原来Cody在山顶呐喊，让我听见你的呐喊。昨天玄女那个好像有点划水，不是有点，是超级耶。该举阿杰的时候还是要举高高，隔天五十间，你有那么夸张？哎，看得出来我刚打完疫苗吗？我的疫苗手很猛吧？硬直接爆，就是爆炸酸，爆炸举起来。妈妈，你为什么叫哟？怎么尿妈妈？那天公园好像有讲，对啊，有提到一下子。过来过来，妈咪看一下好不好？好
谢谢。洗衣服的时候被佳丽弄跳九天玄女，就感觉我这场不要，我们这场，我们这一场完全不妙啊，完全不 OK 啊，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到，没有不舒服，只有手酸而已。我打第一季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不舒服、啊，就是全身酸痛而已。第一季是全身酸痛，然后我这一季是就是只有左手酸而已。捞起来放，真的，我脸也是捞起来放。隔天活跳跳，最像小孩子投票直接投我了，为什么？为什么我最像小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子？果然还是公演的阿杰最赞的。我看一下，那个谁个性最像小孩子？我八票。谁的小剧场最多？我六票。小孩子我，瑞婷最是品涵最像，个性最像小孩子。好长啊！我就是一个21岁身体的10岁小孩，如何说？直接两边都要解头下去，你们没有在思考吗？你们？都林子，你们要认真投票啊！你们不能这样啊！虽然我也觉得这两个我都不会有前三名的部分，很有趣吧 ？Team， 我们也很开心，可以就是。公司可以同意我们这样做。小剧场投七七，小剧场我想一下，因为我没有投，我投给佳丽，小剧场我投给佳丽，因为他其实很常练习的时候，会可能就是，就是很多小剧场，就是他会。可能碰到一个瓶颈，可能一个动作，他有点在鬼打墙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小剧场。我这头佳丽，或是讲到钢铁奈奈前辈啊之类的，然后就开始疯狂，会自言自语，对，有时候会自言自语。直接跟姐姐说都帮你投阿杰，你们这些没关系，例子什么？笑死！水瓶做小剧场不会输吧？我没有小剧场，好不好？我小剧场都自己心里超级小的小剧场，我是不会展现出来的。Maybe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的。但我也才六票啊，好不好？嗨，原来。谁个性最像小孩？我有投吗？我看一下，我有投这个吗？等一下哦。在哪里？在哪里？怎么那么上面？我
头好威耶、欸、我说哎、欸、你也投熊妹阿翔，我也会投熊妹，你今天在居家隔离真的假的？为什么原来我的小剧场是不是很暴力不能展现的那种？也许是哦、喔、我真的在心里杀了大家一百遍了。那边八票，那边六票，该不会有两张是两边都投的吧？是不是有点笨？这样子的话，林阿姐动作好威，我每次都没上榜，这样很没参与感。不会啊，我就是一个好像什么都没事的人。没有，我是面无表情，但内心很澎湃那种吧。嗯，不会，不想展现出来的。好威。连阿姐都叫好威，完蛋了！为什么完蛋了？为什么？谢谢庄莹，谢谢原来。好威是汪汪跟我说的吗？好威是，好威是，我之前看他签名，然后说，哎、欸，这是好威的意思吗？这样，好像以前有叫过，但是汪汪才是一直叫好威的那个人。好威，好威，请让我在你怀里，在，请让你在我怀里升天。然后，哎，我为什么投？我为什么投熊妹？我想想，为什么投熊妹？上周要去看球，在这边看啦啦队，什么球？棒球、篮球。正好喂，我想一下哦，为什么呢？觉得他有点爱哭，虽然我也有点爱哭。我觉得他蛮单纯的吧，蛮单纯的。嗯，篮球 P 加联盟，好的。阿姐知道好威怎么叫嗡嗡的吗？嗡嗡吗？我不知道哎、欸。羡慕瑞瑞小四，先剧版的。宝贝，宝贝呀，你的宝贝呀，妈咪看看好不好呀？哎呦，糖糖，谢谢你，乖乖，没事，嗯，没事，好好好，没事，宝贝，没事没事，好好，谢谢，谢谢玉兰。好，我叫汪汪，是叫，哦，是吗？哎，翁同欧头心哦，这样是对的吗？我当时直播哭好久了，我都是私底下哭哭啦，啊，不跟你们说啦。完全没有阿姐香，哭哭脸嘞，在那边。谢谢玉人，谢谢思琪，怎么了，宝贝？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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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熊熊抓抓抓兔兔，抓手手。抓小熊舒服吗？抓抓豆豆舒服吗？熊妹怎么叫？熊妹叫我阿姐啊，阿姐或林姐啊。我不知道，我连阿姐她都不放过。不然她怎么叫？她的口，她有一个很特殊的语气，是不是？还是怎样？今天不是五点半啊，哥。啊，你也哭，私底下哭哭不跟我说。大家出社会的都是这样嘛，对不对？毕竟就是有很多的委屈，那大家就是要自己想办法。排解吼啊！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想要说出来，大家也是会听的吼。是这样子，没错。高雄腔，有一个高雄腔是怎样？台湾狗语要台湾狗语很难哎，我不会。要想晚餐吃什么？想起来一句。
拿到厘米派利的，哭哭不跟我说，为什么不跟我说？是霞姐姐我，你为什么会找我排解哭给我看哦？我会傻眼哦，傻爆眼哦。排解不了可以喝酒，很有用，是吗？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大家还是会一起听。哎、欸，你这个不能笑吧？如果人家是很认真的在向你倾诉他的一些烦恼，笑的话很不 OK 呢。太喜欢我，这个是一个困难吧？我相信不是的。谢谢米酒。我去看 Ting 的影片就有完整介绍。好的，好的，吴诺，如果我记得的话。谢谢米酒。讲我牌子要准备加拿大爆米花吗？不用在酒店劝酒，谢谢。谢谢瑞瑞。喝酒很有用，可是醒来后问题还是在，是没错啊。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解决这件事情，就不要自己，就是你已经遇到了，你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一定要找人聊聊啊。哦，怎么了，宝贝？前天阿潘有模仿，模仿。好多模仿，阿潘有模仿嗡嗡，模仿熊妹叫翁同心。好的，哎、欸，怎么了？怎么了？你握手会有叫了？如何？你不用叫叫，哎，你撞我脚进来干嘛？不用去叫叫了。如果我记得的话，这个如果的几率大概只有2.14%左右，差不多。关系层次很复杂，超复杂的。模仿 A， 模仿 B， 模仿 C， 直接逃。为什么可以不用去？为什么可以？对不对？就是双重模仿。OK， 不用哭哭啦，像这样一起跟我待着就可以。好啊，是你的沙发。拜托，嗡嗡模仿阿姐，不要。上次居然记得 po 生写真照片，你觉得就是个奇迹。哦，你说特务的那个，我刚才想着在讲他。你集合日期刚好是23，完美回避我。哦，哇，你很棒哦，你是不是刚修完眉毛？我是幼稚园的啦，是那个特务的啦，因为我记得我很，不是，没事，是特务的。OK 什么？我可以看你现在线动，你有把它拍模仿剪出来，因为太好笑了。好，等一下，运气有到哦，记忆力变好了，是吧？是特务的对吧，玉人？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会抓不到重点吗？我看一下。OK。等一下，我先把关起来，开小声一点。蛮好笑的、啊。
是蛮好笑的。现在，好吃哦！吃泡面，吃泡面，吃泡面，吃泡面。玉米蜕变。胖老爹，晚安，继续音乐。现在几秒钟？我要学线吗？绝对不要。但你是休眠后接到教招电话，然后才发现时间错开。这样算好运还是不好？这样算好吧。乌诺的剧本又要多一个角色了吗？太偶包了，我就是偶包啊，偶包大师哎、欸，拜托。学生喝好像比较容易结石，要让泰尼多喝水。欸，他最近比以前还爱喝水，欸，超猛的，欸，我真的是有点吓到，就是他真的很夸张，欸，就是通常水一加下去，他就我可能装个八分满，他就会只剩一点点，然后我再装，然后再继续喝，然后再过了一阵子就会发现水没了。好猛的，怎么会有卖喝水吗？看我的表情还真感觉不出来，我有 get 到笑点，就是蛮好笑的啦。而且，就是他说不跟你好了，那个蛮好笑的。不玩香香的，在这边跟臭臭男生一起蹲，复杂的情绪，又香香又臭臭。你也感觉不到握着好的有啦。水槽管理员直接放一整个水槽水自己喝，就直接玩水算了。该买个循环盒。好，我最近其实有在考虑啦，真的是有在给他考虑。哎呦，准备来去吃晚餐。我包的官方看到好笑回应没有？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好不好？只是我没有大笑而已，就是有点好笑，你们懂吗？有点好笑。妈妈的信用卡没事的，阿凯。说到教招那个时期，真的感觉就是要崩溃了。没事啊，现在解决了，你可以来了，好不好？赞的赞的，现在就会看到探姐穿了泳装在里面游泳，其实她是要怎么穿？她怎么穿？问号。探姐宝贝呀，我吃一个糖。
谢 Cody。可以去握手会很棒，对呀，很棒哎。阿姐有说，哎，对对对，阿姐有说好笑已经是评价不错了。通常是啊啊，笑死，超市人员差点只能握他，不能握手。恭喜你可以握到手，冰冷冷的枪。小偶像温暖的秀。或是直接白眼，哎、欸，好像是、欸，好像是、欸，笑死！尤其是那种撩人的，好像很容易直接白眼破梗，破你们梗。嗨，大姐，握完手再握枪更准，在那边乱讲，会抖会抖会抖吧。可惜这次身体没关系，俊，没关系没关系。不知道被白眼过几次啊，笑死金鱼。阿姐七七撩到你心好累，我比七七好撩吧，对吧，对吧，我应该比七七好撩吧，这虽然都很难，但我应该比较 OK 吧。我不知道，被没有看到今天暖心女神的手说握把会不会被烫伤，不会，绝对是不会的啦。谢谢你哈，讨厌鬼。没假事来看看，没有啦。他是在，没有，他是他的同居人确诊。反正我大概是一个月不会去见他，我们就只是一个月见一次的关系而已。酒精喷爆，口罩戴爆，赞啦俊。我比七七好撩一趴，但要考量到我到底有没有听懂。没关系，至少比较好留一趴。还好我刚做完有毒指甲，对，有毒的指甲真刚好。嗨，迪伦，我至少有一个月那么久，有吧？我现在都差不多三到四个礼拜，没有两个月啦，真我真在开玩笑。上次小锅还不错，这次晚餐我推荐吗？晚餐吗？嗯，你午餐吃什么？我们也只是每个礼拜见线上见两次的关系，我们也不算线上见两次吧，我们就只是单方面的在露脸。你们见我两次，你印象中两个礼拜就长不一样了。应该是你的印象错误了。
两个心情的零点五个月，四舍五入等于一个月换一次。没有，我就真的是差不多三到四个礼拜吼。韩国饭卷，那你要不要吃？哎，我其实我最近也蛮喜欢吃韩国饭卷的，然后再喝那个叫什么汤啊？哎，我现在想不起来什么汤啊？鱼板汤，很赞哎。还是你要不要吃泰式鱼板？谢瑞瑞，我们是一年见一次，你还敢说再见？谢建谷，三年都见不到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换战士。泰式有点难，鱼板汤超好喝的，我很喜欢的鱼人，鱼板汤我觉得蛮好喝的。盖饭也不错啊，猪排盖饭怎么样？晚餐选择题，韩国饭卷跟一般饭卷有差吗？你说台湾的饭卷吗？韩国饭卷哦，牛蒡丝吗？我看一下，比较，我觉得跟台湾的比起来比较。味道没有那么重吧，应该这样讲吗？海苔不一样。比较贵。十份鱼板汤是不是有点太多？我们一年见三次左右，有进步。请加油，瑞瑞。比较贵是蛮好笑的。韩国饭卷因为会有泡菜。会淋那个油，什么油？德式香肠韩国饭卷。你好。好复杂的一个口味哦。茶辣没有，好哇，蛮好笑。哎，这个我觉得这可以耶，这可以耶。一个很突然，非常突然。我要念排名了，大家。圆筒吗？我要念排名啦。我礼拜五六点播哦，大家。礼拜五是六点哦，好啦，我要念排名了。
什么啊？今天的第十名是，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这是谁？我不知道。0.0，表情不好。哎，臭大贱！你真的讨厌。0.0，谢谢。第九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八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第七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六名是阿翔，谢谢阿翔。第五名是思源，谢谢思源。第四名是庄莹，谢谢庄莹。第三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二名是 Jin， 谢谢 Jin。第一名是 Cody。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Cody， 谢谢 Cody。 哇，谢谢 Cody， 辛苦啦，超怕念错名字。谢谢 Cody。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陪了，今天看我直播，谢谢大家辛苦啦。礼拜五六点见大家，礼拜五六点。你才沾到机油，臭大姐。大家辛苦啦，赶快下班，可以赶快下班吗？回家小心，快去吃饭，下班小心。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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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礼拜五见，礼拜五见，大家拜拜，太棒了，奶奶愚人，拜拜。